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搭上飞机了。那现在呢，应该是台湾时间的下午。我们上飞机大概已经经历才4个小时时间，不过因为我们要有13个小时的飞行，所以时间真的还蛮长的。然后航空公司也蛮贴心，帮我们安排在林湘的座位旁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好好的访问林湘。你是蛮紧张的、啊，坐在记者旁边。我那时候一上车，我想说，哇。记者坐我旁边，请问我该注意什么？我就赶快问一下我们的长官们，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不用啦，然后就发现大家也都很好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刚刚有特别跟林湘说，我们绝对不会偷拍你，他可以放心的睡觉。那林湘平常如果搭这么长时间的飞行的飞机的话，这样长途的航班，你平常在机上大概都是睡觉啊，还是看电影？我最久就是搭了4个半小时去日本的时候，然后就是睡觉。最久哦。嗯，我没有离开亚洲过啊。离开亚洲过，所以这是第一次，所以那第一次离开亚洲，所以我有练就一个很厉害的技能，就是可以秒睡，然后可以睡很久。然后我刚刚特别有吃了一颗过敏的药，因为我皮肤会过敏，就是荨麻疹，然后吃了那个会很好睡，就想要看可不可以一觉到那个美国。那醒来之后有没有觉得说，希望醒来隔天台湾日就可以马上看到大谷翔平？希望可以，我好想赶快见到他本人哦。因为林湘现在好像刚睡醒，应该刚睡醒，有一种睡眼惺忪的感觉。好，睡眼惺忪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不打扰你用餐了。好，我们呢现在才4个小时而已，所以我们可能还会有10几个小时的飞行啦。那可以跟着我们 TVBS 的镜头，我们会全程记录台湾日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